我叫徐月正，细说一下，我从事酿酒已有37个年头了，我对酿酒有深厚的感情。酿酒不仅要有娴熟高超的酿制技艺，还要接受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当然，酿酒技艺需要一代一代的心腹传承。酿酒需要我们付出辛劳、汗水和心血，更需要倾注我们的敬意、责任和情怀。做好酒难，酿一辈子的好酒更难，但同时延活一生的酿酒生涯